怎么看？没见过别人在路边吃粽子吗？可以给我吃一点吗？你也不看看你长什么样，穿得邋里邋遢的，不给。不就是个小披萨吗？我做给你吃。老婆，你等一下。老婆，吃超大披萨！哇，这么大的披萨！刚才他说我穿得邋里邋遢的。嗯，是有一点点。这样吧，我用新氧魔镜给你测一下脸型，这上面还会根据你的面部特征，给你提供最适合你的穿搭方案。新氧魔镜是什么？是现在小姑娘都在用的超火测脸神器，通过评论区寄点链接就可以测试啦。哇，真的吗？对。你看你是精灵少女脸，技术明机敏，又甜美可爱，你等着。老婆，还差个口红，你等一下。嗯。